准备了一个惊喜，想要跟妈妈提前共度母亲节，所以呢，我们帮可彤准备了一束康乃馨的花要送给妈妈。那妈妈是不是也能够到台前来？本来妈妈说不想曝光的，对不起妈妈，小莫也到台前来，可彤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哇，可彤的妈妈好漂亮哦！我们来收一下，我们来收一下，两位再退一下背板，谢谢。好，对啊。其实他自己呢，有他的病痛。那这些勇敢的是在今天呢，可彤跟妈妈可以快快乐乐的来参加我们的签名会活动。好，谢谢。那妈妈其实呢，一直也想跟可彤说，你一个人住在外面，然后这么辛苦为工作打拼，妈妈准备了鸡汤，希望可彤呢一直保持健康的身体。这也是妈妈特别给可彤的一个惊喜，要亲口的喂给可彤。好。哎，妈妈来喂，妈妈来喂哈，好。来镜头一下，看镜头，谢谢。来，左边，左边。这也是妈妈准备的一个心意，希望可彤健健康康的来面对她的挑战，她的梦想哦。来，再一次哦，来左边。可以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中间的相机。中间。好。谢谢，来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喝一下妈妈的爱心，有没有充满了爱的味道？有，好，有加人参，对，有加人参，因为觉得你跑完喜马拉雅需要一些元气，需要补一补，对，需要补一补。好，谢谢妈妈，谢谢。好，妈妈说你忙你的。